夺走了我的胜利，还夺走了我的骄傲，还有我的宝物，甚至还有我的武器呀、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好想干掉他！怎么才能干掉他呀？啊！谢谢，谢谢，谢个屁呀、啊！满地玄武俱全，何少爷竟然输了。绿鹰区获胜，全程录像将传送回永乐市中心部。绿鹰区训练营的选手，请准备下一轮比赛。哦，是总部派来专门探测的机械吗？看来总部还蛮重视这比赛的。别以为就这么完了，要不要一起看点有趣的东西？这家伙又要干什么？咱们快走吧，远离这是非之地。哟哟，是大屏幕播放吗？这可太刺激了！皇上，这回你试试能不能赶回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现在通知也来不及了，南极区以外的通讯都被切断了。你可恶，电话真的打不通。小鬼，大晚上的不写作业，跑出来干什么？那就让你来当我的摄影师吧，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录，不录就打你。下面有请绿鹰区一起观赏营组织最凶残最无情的杀手千海最精彩的直播。哈哈，发生了什么？这是陷阱吗？啊，要多给他拍特写。你别给我拍了，再拍我就把你好臭啊，这都什么呀？谁在马路中间挖粪坑啊？哎呦，恶心死我了。好无情的杀手啊。啊，爸，快走吧。不许跑，今天你们谁都跑不了。难道皇上都安排好了？有我在，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守住咱们这个充满回忆的家。粪坑是你安排的？并不是，我只是说激怒对方会让其更容易中陷阱。净整这些没用的东西，你们真的把我惹毛了，一个都别想跑。够了，没用的东西，这样激怒我只会让你死得更惨呐。这下没地方跑了吧？这个东西给你留一个，如果那些陷阱没用，你就长按红蓝按钮，然后把这个扔给他。呀，接招吧！慌不择路了，这是 U 盘攻击吗？这枪真的能独自面对那个人吗？我一定会守住咱们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哎，这枪啊，越来越像男子汉了。等度过这波危险，我一定好好给你讲讲我和你妈妈一起盖这间房子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舍不得搬走的原因。这间房子包含了爸爸太多的……我勒个去！这威力也太大了吧！皇上，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听输了。这些都是你提前安排好的？是的。这个看似单纯的孩子竟然有如此远见，而且计划如此缜密，无论实力还是成长性都是当之无愧的宝藏男孩。皇上，你很优秀，我喜欢，我们结婚吧。啊！河拓业战败，钱还在绿荫区被擒，营组织的人打算去抓绿荫区的选手。局长，我们要干涉吗？不干涉，我们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让营组织自己处理吧。我们结婚吧，生下的孩子基因一定优秀。不，我拒绝。为什么？因为不想。哦，有道理。这什么神仙对话，刘教练这么狂野的吗？两个冷场王竟然这么合拍。这里就是边境了，待会儿我们坐车离开这里，南极区之旅就此结束。
墙上的别藏了，探视器已经显示出你们的位置了。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们抓了我的人，虽然千骸只是小角色，但还是请你们留下来做人质吧。探测出什么境界？五个融合期，九个开光期。你们做事不要太过分，这比赛是永乐氏组织的，你就不怕两个去开战吗？抓你们就是为了谈判。拿人。是。嘿嘿，以为小爷是好欺负的吗？这是贼急谋无避难雀，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先抓皇上。空身心与门霸斩。好高的攻击力，是融合期高阶吗？皇上的手是你能牵的吗？再敢勾引他，我取你狗命。高野，老大还有这癖好？没事，老大，恋爱自由，我们理解。我不是，我没有。我劝你们乖乖束手就擒，就算加上魔物，你们也只是三个融合器，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胜负已分，你们心里清楚。不对，你这个说法明显有问题。首先，我们没必要和你们三对三持平，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而已。我们可以集体摆阵防御，然后让刘小燕教练冲到你们低级成员那里大开杀戒。啊，你这个计划我喜欢。什么时候开始？不急，我还没说完。墨镜分眼男被炸飞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把他炸飞的那个东西相当于 C 级魔物的攻击，那个东西我这里还有九个，同时引爆的话可以轻易炸平这个车站。好了，我说完了，接下来要怎么做你们自己决定吧。永乐市高层直接让我通知你停手的，别把自己的路走窄了。我们凯旋而归了。修灵？什么是修灵？它就像一团火，真的有暖风。宇宙。